几年级？五年级。飞鸟，爱丽丝的第一次。栗子。你有没有会清唱的歌？没有。简单的了。有没有？有啊，蹦恰恰，蹦恰恰。有啊，欧丽。林浩轩，看看。我是一只小小鸟。有没有歌词熟的？你会清唱的？没有。到时都要。势在必行。180岁。没有，这真的没有。你是住到死了都要180岁。夏崇德啊，18岁。是我以前做过警察，怕死我。现在是跟妈妈也爸爸住。然后随便说 baby， 阿妈，贝贝，阿妈，拜拜。最后一次分手，最后一次感动，最后一次温柔，最后的那一天，最寂寞的时候，最想念的一天。唱你有没有清唱？你有没有清唱一首？动你的屁股，动我的喇叭。弟弟。I'm not mad.